来啊！我是怕你磕伤哎，同学，你无听讲话，刚刚在搞吐槽，希望讲你要迟到。哦，你就无啊，别闹啊，去点样，准备拜拜。嗯。喂。 请问有啥物代志是？这位师兄，你今有好事要创啥？伊是恁后生，伊最近敢有发生啥物代志？无啊。你最近有去较阴的所在无？譬如讲有去过蒙阿波无？还是讲有经过发生意外的所在？ 还是讲有参加人的丧事？无，你哪会安尼无？师兄，你是讲伊卡到阴吗？伊去予阴魂地着。对啊，敢是伫我边啊？对啊。 伊伫看我机理，我嘛缀伊机理，伊搁甲我点头，所以我确定阴文伊伫地里啦。刘国祥，子涵有歹命得着。姑姑妈咪，你先莫这么紧张啦，这么罕顾的代志，你嘛相信啊？ 请问姐，迄阴魂是查甫还是查某的？是查甫的啦，伊的头毛短短白白，穿一领水蓝色的帽T，乌色的裤，伊的额头则佫有老花。啊啊啊 这敢是甲伊刚渡过那个清查，还佫有受伤的情形拢共款。敢讲真正是大军啊，对阴魂不散啊！子涵，你刚听有师兄在讲啥？还佫有嘞，伊的规身躯看起哦，有真侪所在拢白白，甲结霜共款。 袂像甲咱爸边个冰箱顶冻安尼啦，我看伊吼，寒甲皮皮喘嘞。我梦到伊哦，伊来找我，啊，规个面安尼青酸酸嘞，伊佫讲伊足寒的，哎，我甲伊斗三工的。这听起来应该是来甲你托梦的。啊啊啊！ 董俊，你在想啥？糖果，我送你去抢水。啊，免啦。啊，拄则有只虫啦，像阮飞过来，因为我想要闪，所以才一时无注意到啦。无要紧，先关心子涵的代志确定啦。请问姐，敢会当问迄个阴魂，是安那要甲子涵缀牢呀？歹势啦，这我嘛唔知啦。
一般这款情形来讲哦，拢是英文伊有受到什么玩弄甲委屈，还是讲无人替伊处理后事啦？我则无甲任何人在冤仇，嘛无害过人啊。伊若真正是要找人替办后事，那呢伊应该去找伊亲人才对啊，是安怎要来求阮出汗啊？这只是我理解的原因啦，嘛可能这位先生伊甲英文哦有缘啦，还是讲伊周围啊相互边的人甲英文有啥物关系，所以讲哦英文想要来拜托伊代志啦。一般来讲，想啥物关系，才会咸会开卡。正像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敢会是这个阴魂有啥物未完成的心愿，还是？有什么顽困？真有可能是安尼。啊，孙兄，啊，敢会当麻烦你啊，替阮甲这个阴魂小沟通者，啊，至少让我知影伊到底想要创啥。伊已经无伫门口啊啦。安尼啦，若是有缘哦，再阁处理啦。陈同学，家你拄啊好啊，你买了再拜拜。哥，是我的大哥，爱我来再个祝圣娘娘拜拜，先煞求些平安符挂伫身躯顶。雅姐，我要真心祝福你，恭喜你，终生如愿有心啊！啊，我这么恭喜你，大嫂。恭喜你回复基地，甲哥过结婚啊！哥，你定找时间等伊甲爸妈讲一个好消息。一定会啊！等这两天无闲耍，要得较，有较侪好消息甲爸妈讲。子安，我看弟弟去替你求一平安符，扎在身躯边。即阵仔出事的时阵，要较注意，知无？坚持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是，行。哦，刘毅，你拄则讲看到虫，是啥物虫啊？敢是毒菌啊？家哪有可能有毒菌啊？是吼，那你敢知影？你去倒位找毒菌啊？当然嘛，是爱有土的所在啊。干嘛呢？刚刚不是亲像冰箱迄款所在？文耀。依林，你敢在忙什么意思？哦，无啥啦。啊对了，刚有迄厝做位找庙公开讲啊。来啦，我已经拜煞要转来收物件，而且夜节散件时间特别到啊，袂用去耽误着。我先来走。文小姐，你想，拄只敢真正是杜光亮的阴魂啊？经过咱这个代志，我就无啥是无相信的。拄只恐怖不安的模样，罢免，伊心内有鬼。所以你嘛认为有公所讲迄个亡魂是杜光亮？虽然即马无利用证据当证明杜光亮已死啊，啊，不过安姐当安心离开，这代表杜光亮已经消失，伫这世界上啊。我拄只甲晴天讲过电话啊，伊是最后看到杜光亮的人，伊讲杜光亮警察，就甲有公所讲的一模一样。
实在是愈听愈神奇。敢会是杜光亮希望完客，所以我们才对着咱志汉身躯边，希望志汉替伊报冤仇啊？阿姨，我着淡薄碍哟，你搁伫遐讲这個？是的啦，我毋是听讲要吓惊你的啦。啊，也毋过安杰这几年存在的代志，嘛是同款无法度解释啊，敢毋是？我敢来相信，人伫做天伫看，人若卖做亏心事，就免惊得着鬼啊。是讲拄只陈东俊的反应，无啥正常嘞。明明红队的是志汉，是安怎伊比志汉搁较惊吓？我嘛这种感觉。姐，你敢搁会记？之前咱去找许世伟讨话的时阵，伊嘛无啥正常嘞。甚至讲到杜光亮的死的代志，伊马上起批评，甚至是做贼心病。啊对啊，啊个有，阮伫世伟办公室内面闻到香香拜拜的味，我搁伫个办公桌啊边啊，看到一个我毋捌看过，差不多这么大个箱啊，敢若是一个佛龛。哎、欸、爸，恁大人较了解遮个风俗，敢有人会甲这种物件放伫办公室内面？一般是。啊！不过伊害你反常，就是表示心虚的，用心不安。佮加上杜家良失踪了后，伊才做个改变，合理怀疑的，伊佮杜家良的死有关系啊。所以这个得啷解释？前阵杜家良的阴魂，我去找伊上信任、上疼惜的客囝许世伟啊。也唔过我是想无呢，志汉佮这个杜家良也无交情啊。是安怎？什么人对，煞要来对你啊？杜家表讲唔少讲啊，可能是自家身边的人，佮有甚物牵连的关系。譬如讲，许世伟是志汉的同学，我嘛是伊的同学啊，伊都无来对我。都亲像阮阿姐啊，你个陈东兴，一个陈东俊有血缘关系，伊嘛无对你啊。你想要明天应该怎么？我就是阮妈。啊，其实伊刚暗时，我伫咧温泉饭店门口，看到一个人，敢若是阮妈。伊今仔从啥？我嘛唔知影。我嘛认为讲是我目睭花去看唔着人。啊，毋过有一天暗时，阮妈伫厝内做乌梦，佮喊较大细声。搁较奇怪的是，伊一个人搁出去烧衫。烧衫？而且阮妈烧迄领衫，就甲我看到迄个人穿的同款，拢是红色衫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讲，杜光亮可能是？你先听我讲完啦。迄当阵，我的想法嘛甲你同款，开始对阮妈起怀疑。我就问伊，阿姆跟阮妈坚持讲，迄个时阵，伊伫咧公司加班。我唔相信，甚至逼伊带我回去公司看监视器的画面来证明。结果呢？结果，我妈确实无讲白菜。迄天暗时十一点左右，监视器的画面确实会当证明我妈伫咧公司加班无唔对。哎呀，你讲唔着讲，我今年讲我办事要创啥？你是要我急死是唔啦？啊，把我带到手啊！啊！即马当我的面咧，食一千个醋，安尼敢对？金玉，你唔通误会啊！我只是甲你滚双笑的。我只是想讲，要缓和一下大家紧张的气氛。志汉，帮我轻松下，莫这么紧张。恁妈甲杜光亮是完全无共世界的人，我咧想，杜光亮的过身应该甲恁妈无关系。我嘛是安尼想。我是认为哦，咱遐讨论不如主动去找线索。无唔对，伊因温泉汇款是杜光亮最后出现的所在，所有线索拢伫内底，只要继续调查，一定会当找到证据的。